我们能从高岭部族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。为了部落，我在听。国卫战马，你想花点钱吗？记得多带点钱再回来。你好，我誓死保卫王室的安全。
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好啊，有钱人。别忘了，现在没那么强大了吧？去吧，小家伙，去找诺加诺，就是那个叫你杀我同类的家伙。快去咬他，我就让你变回人类。我的小雨冠龙，要小心蜘蛛。我虽然是秘密之神，但是雅兹玛可是间谍夫人，她老是在我的领土上留下一堆间谍到处跑，四处猎捕我的孩子。你要出门找东西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家当放在垃圾堆里。怎么了？